不用剥皮，也没有籽，很方便。不用剥皮，也没有籽，很方便。没了没了，你洗我就救掉。还有，没了没了，来上不去了，给那一撩撩哎，快走啦！哦，还乱的呢。来上吧，上不快了，最后一箱啊。没啊，一包一公斤十，那多少散呀？那起码买来散，来买一包送一包啊，炒菜。不必放落水了。一包吼，你蛮贵嘅，起落差嘅足地呢，一公斤嘅呢，两包唔免五百，来三百好，最后三位了。留一卡七百千吧，拢装咩料啊？我咪袂好烦啊，我去等你去红门。来三百拢咩料啊？有小家庭嘅无嘅手，你想买啊？先话我聊聊，小家庭的没有吃过的，我不知道怎么补草。对美瑞，无啥咧做嘅，应该不是麝香，应该不是麝香。一包的，麝香是那个青色的，就绿色的。好，两包靠阿小红，一包两包，买袂掉啊！来150，对啦，买一包来。小家庭的动作。穷了，拜拜，穷了，拜拜。不去吃，卖讲吼，一定爱买两包啦，唔捌吃过，不要买，不要煮，不要乱去吃，记住，来150对了啦。下次就是两包才有那么便宜了哈，我给你，我去吃一包。都买了啊，来留一卡车费钱吧，来，谢谢。来，好，阿玲哥，介绍位来，小哥阿个平一道。来，等一下，避风塘蓄蟹，爱贝，有一点爱贝，这餐厅，这是餐厅的料理，乖，你买爱贝，这轻松了钱，讲叫我帮你买，我这一盒百几块，最后100多块，哦，你回去加热就好了，没煮啊，加热就好了，超好吃，这不是冰淇淋呢，这是蓄蟹呢，来，要吃200块啊啦，避风塘蓄蟹。来200块来，先交前面了，200块来，啊，抓贝照啊吼，真的很好吃啊！这个不要给我放太久哦，因为我这是轻松了几条，刚没陪你哦。来200块来，加热就可以吃了，还很久哎哦，靠呀，10月24哎，过晚过你吃不完哦。加热就可以照呀，照，一个都送你，两个，一个都请，来200块的避风塘蓄蟹，不可能安尼卖你啦，来200块来。400块了，没有，来200了，这已经熟了，你回去加了就是一盘餐厅料理了。来200块，来避风塘蓄蟹，了钱，这绝对200分之200了钱。哎呀，卖个避风塘蓄蟹的料死啊，避风塘高的料都得。来200块，来避风塘蓄蟹，后面都要哦。来，你的后面，来200块，来避风塘蓄蟹。真的啦，你如果有冰箱的话，多买一份啦。这边的做好吃，而且不坑阿叔，拢无了吗？都没有了吗？这个你们要来买的话，赶快来买哦。这个不多，这个不多。来最后一个没有了。这个不多，真的。啊，有啊，我老是客啊，没有你吃。啊，无啊、哦，蛋姐啊，我叫一个取款嘛，吃蛋话姐。来，阿要吃小哥啊，尽情来花枝少钱多少钱？那天可以帮我卖那个吗？无，我吹取款无，我煞袂。够一块鸡多，来一块鸡，上面价来500了。一块较好食，啊，剩一块较好价啊，讲话。物以稀为贵，十几箱拢卖完啊，对啊，物以稀为贵。来500，谢谢阿友，客过来我来，来500，鲑鱼500。谁没买到？要吃这鲑鱼，蛋姐来，谢谢200块来，上面买着一个哈。这真正好好东西呢，来200块三天烤腰，我直接卖了。避风塘蓄蟹，200块三天。加热就好了，赶快去叫你来加热就好了。避风塘蓄蟹，这个你不要，这你该加热得啦，加热你调啦，弄烧啦。哦，你也袂向我问阿虎啊，哎呀，不然你去找来。你个 K 米回来，再弄个烧就好啊。乖，还是大机。来，大哥来避风塘蓄蟹，这适合200块，你们来考虑哦啊。谢谢，没关系，吃过你就知道了。你就知道我袂你喝了的啊，来弄完啊，来个坐位。算到家己在那地，好笑个你啊！来，鲑鱼这块500没人要摕上啊，400好吧？300以下我剩这块尔，200块呢。鲑鱼很漂亮，红记记，来700块来。来，我怀疑你他反应足紧，你足注意点听我讲话吼。啊，700块无落啊，吼啊，你都安尼客着。我紧啊，你怎话紧呢？拢袂紧，你会着。来，去休息，上面我做。哎，吼，来。花生生吐司哦，做好价，你先抓到有咩点？哦，同学有咩点嘛？同学嘛无？
生吐司是生吐司哦，要烤过哦，别在那边叫哦，爱喊鬼，我爱喊鬼哦。来三袋百二，这恁食早午餐，足好吃，而且这间是几笔的，有牌子的，一百块完，一百块来，我要生生吐司，给买两百，四包哦你。来五条哩，来一百块来，一笔花生生吐司，来一百，连吐司都有哦，来一百块来，看人家敢会客家比武连出来没？有啊，来来一百块得，来一百块来，一百块来，一百块下礼拜哦。来，下礼拜有喝奶。下礼拜有咖啡牛奶哦。伊个芒果青食了阿未啊？购物哦。未可能会购物，但是不是今仔日？不是今仔日，绝对无可能。今仔日今仔我伫遮无人接过。来，一百块，拢准备了花生生吐司，这个很好吃，没有买到的，小姐你要吗？不要笑啦，我什么都有卖，啊你们吃过就知道，我不要随便卖你们。你问后边小姐在催会，做员工诶。黑金价都给你严审的、严选的呢，每个产品都是严选过的。来一百块，而且卖你们那么便宜，我看看啦，无几个人可以安尼做啦。哦，来一百块来，无人会安尼做啦，真的啦。来一百拢歪哦，一百块，统统买到了。只要你把安买过，而且物件拢把家己食过，你就知影讲我想要做好生意安尼，真的。嘿嘿，来，你看看，你外口查看嘛，你计是安尼，再来。这个好吃哦。小羹要拼没有？哦，人想要吃小羹啊，请下手。想要吃小羹的，我无给你买，无给你买，无给你买，想要吃小羹的。今年今年都水的哦。吃手得，一个两个，这边拢蛮有戏做哦。超过三个我敢发。啊，两个尔，啊两个吃手尔，搁一个吃手我甲了了的。来，有要吃这来塔香肉酱面，真正好吃。塔香肉酱，这内底有五包面，有五包肉酱。哎、欸，肉酱足贵呢，肉酱比面较贵，一包还卖百八块呢。来，有要吃的来，这人买一包就好，来两百块完，百八卖你两百，趁二十，想要也袂好个啦，规条条也袂较俗了吧？真的很方便，你回去哦，给他面哦拌加热，然后肉酱给他拌一拌，这样就很好吃了。来两百块来，来这两一包百八啦，袂本钱，百五了。一人三十，我拿七个人给来一百块，都一人一包两包没关系，来一百块。这好好吃。肉酱面一百块，有人要吃肉酱面无？我再肉酱面也袂当吃。这好加进去。他们不会吃啊，没办法。这个很好吃。那吃不是为着买面的啊，无你为着买吐司来的。啊，唔知唔是为着买面。二来谢谢，二把劲。我来愈吃愈好啊。哎，越吃越棒了哦，来，我吃这来。大家都没有啊，花枝鱼煮沙拉，没有啊，买那个塔香，这个不用冰哦，不用冰哦，塔香真的很好吃，不用煮了啦，不是不用冰，不用煮了，这样吃了掏开，旁边配生菜还是配高吐司，他们都不相信，你们都不相信，这个是餐厅在用的，塔香真的很好吃，好料的哦，这一包一百多块了哦，然后接下来两包三包，来三包好了，花枝鱼煮酱，哎，我煮花生啊，不是沙拉啦。来三八，花枝鱼子沙拉，嗯，这真正是日本的哦。日本料理店在用的专用款。真正是日本料理店面的，我袂爱骗你吃的，你就知影讲我袂你有够好高级的料理啊。老要吃，买三八，这三八来两百块，九千五。东城武安，邓姓武安。哎，中了没？哎，要上课啊？阿个老师讲钱，我等下过啊。两百块。均衡了喽。这张真正卖一包，超过一包，来四包你两包。三月底你爱吃完，我了解无所谓，为你这了抢上诶。来五包你，免五百，来两包了。哎，这真正是日本料理店的好料，我卖恁安尼哦。嗯。五包500块呢，我卖200块而已。三月底你要记住把它吃掉，一次两包很快就吃完了，因为一喝酱。而且了是秋收唔歹食哈，以后啦，迄个其他哇，三月底哦，你要记住哦，这一包再给你600，不用600，来200块。这个不用煮哦，花枝鱼拆开就好了，拆开就好了。这个真的不便宜啊，来两百块龙王啊，拆开就可以吃了。来两包鲤鱼，多鲤鱼。这个还要试吃哦，你可不可以起价？可以起价吗？我今天在计价别人啊，这边两百块的料子啊，要不计价？啊，不这样，买三包，不过还可以买，真的买到赚到。
他们是不懂嘛，所以不会买。来沙巴沙包，冷包来七八块，计价。花枝鱼子沙拉，我不可能三包卖你一百啦，真正要料料完啦，我恁食会到啦，你就知我袂恁。下次你就知道了。每个礼拜六日才会来，我们没有每天在这里哈。今天是加班的哈。来，吃饭后来。米德旺要？不是，是那天买那个花鱼叶跟买的。哦，米德旺今天不是不要钱？来两百。真的啦，你买100块是鱼子沙拉，鱼子沙拉。到下次我没有这个了啦。鱼子沙拉。送这人打败都没撩起，我别接哦。伊的秋胸。就是里面有一颗一颗的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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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种东西，然后上面有沙拉。那我跟你讲，这个可以用拿来做什么哈？有啊，你拿来磨吐司，你拿来磨吐司，这个解冻，解冻就可以马上吃。你那个拿来磨吐司，来多利鱼冷拌，过来多利鱼就好了。看就知道了，来冷拌，看就知道那拿来磨吐司的。仔细包呀，对，要料好不好？无刺、无骨、无皮，你用真个用做红烧猪汤煮埋，安怎煮都好食。这肉做嫩做油，而且拢无刺啊！你啊煮埋，有些汤猪汤嘛做好。来200块卖100块，来700块来，100块来，多利鱼4包而已，赶快。大的买2包，而且一包伤俗呀。来100块，最后2包了，来了，大的几包？我来1包，来100块而已，多利鱼最后一包了。我没有卖一包了，而且它也不是100块买得到的。来，最后一个人给100。拢准备了哈，有啦，够有啦，吼，来100块买掀啦，跟你讲够有你是，来100块嘞，掀袂起来，硬要掀你，来拢玩哈，来算油我来，啊，我甲上讲嘛，小平你好，我卡当时也开，小狗哎，臭你，我咧臭你，我感觉到，你感觉有搞到也开啊啦，我玩弄哦，来后边无分物件呀，再来抄成一叉。来小香肠来啊，小肠啊好抓，我算你卖了来拼小肠啊。哎，好你姐，我吃过阮家眼前的野酒小香肠。我刚刚你弄麦了。够啊！啊无，恁爸爸去菜市啊买过眼前，7条100，6条100，恁不要，6条100，7条100，就是汤小香肠。来，有要吃，几串都好哦。哎，啊他。就我家己弄，你行家己弄，你吃。我也不知道啊。多加哦，瑞亨瑞珍瑞七炸锅，你甲切落七块钱，炒粉香肠炒饭也好吃，来切15条，你煎好不好？200块啊，都不用不用不用，头家照咩？头家你嘛照啊，赶快15条100块，真正好吃，我唔是卖你少尔，我阁卖你好吃安全，来100块啊，都15条给你，100块，不要怀疑，买回去试试看，好吃。好嘞，拜了，哎，等嘞拜了，嘞拜拢你家，100块来，100块来，脆皮小香肠，100块来，嘿，你好你好，吃你好，我来了，你叫我老大呀，哎呀，你知我有吃你呢，下卡生哎，我富起来啊，张先生骨架细，来100块，拢有啊，小香肠来，老大你要不？会使买100、200不要紧，来100块。你爱相信我，我这眼前我家己拢有在吃，综合吃来100，15条，几个咩？8个，最后2个，要一个1包，刷一遍。2包拢我哩一个15条就对啦，来100块，最后2个小香肠，我来刀，老大你要几分？2分9个。2分哪里？我来，15条包到完，15条包到完。我来啊，刷你来，刷你卖完，讲要变啦，变小光啦，要变啦，用。来鳕鱼最后一箱了，没有鳕鱼了。来，你有什么吃不大块，但是足够，咱到刷里给你看一下。哦，不大片，可是很厚。来，要吃还卖个要1900，来500块完。来3条给你，来4条给你，来刷里500块来，有人要真刷里的给你。对，针对吹来去，来5条给你，来500了。鳕鱼500块，小姐呀，人参茶。老板都不在了，我再送你1块。6片，500块来，6片，一袋全部100算你。6片哦，6片哦，来500块来。请收的，请收的，明仔来加班的青菜都好。来4袋，来5袋，来7袋够哦你。来500块算你，来500块，喜欢鳕鱼的动作快啊！来算你500块3袋，来4袋，来5袋，来7袋够哦你。够人无买就算你的，这上尾啊想啊，这上尾啊想啊，你搁无买我无算你贪卖你啊！来500块，啊这你要买1份2份无？一份多呢，再买2份啊！你好吃，你点就吃完了，真的。来500块，来3袋，你4袋，你来5袋，5袋你。
各给一袋，好来，各给一袋，六袋来五百，最后两个人给了，鳕鱼都没有了，来500块，我来，大哥要来，哎，六片一片不到100呢，你是咧想啦，免想啦，算你无去安尼卖你好不好？一袋买500、500啦，来500块4袋，来5袋，来六袋哦你，最后两位鳕鱼没有了，好谢谢。来，我要吃小羹啊，会使来拼啊，哈，啊冰会使开啊，哦，要拼小羹啊，哈。这不是小羹啊，这是鱿鱼。这椒麻鱿鱼来小羹啊，要拼来。谢谢，真正爱吃小羹啊，钱赚了好啊，我不要恁赚，不要恁买着小羹拢赚着。我嘛唔知有啥物在其他侪物件喎。哎，帅头都准接盘足紧咯，上面搞盘盘300块最后一盘了，没有鳕鱼头刀了，300块都叫咩价哈？300，300，那咩300来200，来200，最后一个人来250。这边啊，这边人嘛要300块，我用惊喜我。什么收款？来收款。来爱吃小羹的来1000块，我都。嗯，这小娃娃不够水吗？不够漂亮吗？够水够高吧？先多一条一嘞，然后咱们吃小羹啊不？来1500，我的。一桶在哪里呀？真正水的，这小羹超漂亮的。来这边过来，来这边过来，我看，都吃杯小羹，应该拢走啊。真正爱吃这小羹，比真正无俗，越来越贵了，而且我来先多水，高多够高，这一只千个拢135以啊。来要吃，吃免700，免800，500，来500了。小姐妹来小羹啊，卖买1000啊，500块，搁送你一只，一只小羹啊，存无100块，几十块银啊俩。来500块九羹啊哦，不是三羹啊哦，这九羹啊哦，来500块真多个水。来500块，搁有人要吃小羹啊，动作快来，500块真正水的，这小羹啊无够水吗？来500块，来喜欢的动作快啊，小羹啊买500了，进来进来进来。我收啊，你较水着。来500块来小羹啊，来各有站啊，别别着小羹啊，动作快来。来500块。漂亮啊，漂亮啊，真的漂亮。前面要怎么？来小羹啊，500，来帅哥，来来落姐，来。来，别别着小羹啊，较紧的啊。上马卡啦。哦，来来来来，真有钱搞起来，叫叫我买不过来，别别啊。来500，各有站无买着，紧的。赶快哦，赶快哦！我做会不补起好不好？等下，我你买无小羹啊！哎呀，乱啦！你搞淘金，你看。打篮球，你讲篮球参加篮球队。篮球队，是哥，我你较知啊，你知唔？哎，大家给几杯好啉呢？这个小一点点。来，小羹啊，来！若人无买着小羹，紧嘞，紧嘞，这最后一盘。加7杯，哎，多六杯呢，但是吼，加四杯小罐，所以我会加一杯给你。啊，谢谢。嘛不坑啊，小啊小坑啊，这个生动。来500块，够几个人给无关掉，小坑啊拢关掉哦。我等你较晚啊。无啊，这上尾啊。不加鸟，无啊，不加无啊。来龟头来，啊虾啊无买着哟，虾啊无买着，等我来拼虾啊。来龟头买500，龟头买400，300块啊，都是几头，几头真足贵呢。鲑鱼大欠卖呢，来300块，这一只吼，刚千二两二啊五元，来你买300，两只无你来，鲑头来300块，猪尾烧多只，二尾鱼吼，二来300块来，鲑头300，刚好要食鲑鱼头，来300块来，两只无你，卖500免，卖400免，来300，这两三四个人给你啊，无啊，你后头要食鲑头爱500块，我搞袂啊，来300，这人看两只等于空头，猪尾烧多。这300块作秀啊！你敢唔认字我咧？头家无字，伊阿个来200，旁队来200块来龟头，这样旁一挂龟头200块，不管咩来捞过来。拍摄哈，4个客人而已，喜欢龟头的，这等于你菜边菜刀用切的都唔免动。来200块来，最后三个人给龟头，要收这一粒就200几块，我两粒卖你200，搁咧烤炉啊龟头。往外啊，来称来一条块块。哦，啊！你给我买假沙冰冻啊！我是搞什么盖子啊？这样，来喜欢什么赶快讲。来买假陈阿姨500块都来，两个人给买买了。500块来陈阿姨，是吧？大真的好吃，来500，来这条给我，这条给请你，来500块，这条500买不啊？这条去开的，来500块一个买都。陈阿姨500块来，来赶紧的，陈阿姨买500块来冰。
鲔鱼真的是每一次都热卖，鲔鱼不管什么时候卖都是热卖的，一年到头都热卖。来，我爸趁爱上门买着，来拢来啊，带你卖呢，你也免五百，你三百多，你只较细地啊，只袂当卖你五百，来三百块来无啊，来好，谢谢。椒麻鱿鱼呢，到人才是什么钱？我知道吗？好啦，不知道也是要让你们听，所以你去海山打，你去那个人